跟阿嬷他们去唱歌，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字，但是只要多听几遍歌曲，我就会你要背歌词，自然听就背起来了。穿的跟厨师不是一样的吗？我们是一起的团体，我们是一个 team。绿中都唱什么样的歌啊？我都是唱台语歌，或是唱阿嬷送给阿嬷他们那种歌。对，会靠很好长辈听的，像我阿公阿嬷听啊。对，这样很友好热闹。什么时候发觉你自己会唱歌，还是你只是自以为？好凶的真的会唱哦！就是我们之前我都是跟阿嬷他们去唱歌，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字，但是只要多听几遍歌曲，我就会你要背歌词，自然听就背起来了。但我就背起来了，等于是阿嬷唱什么你跟着唱，是对，然后他们都唱台语歌，然后他们就有人说，哎，我对唱歌好像有天赋，他说天赋，然后我去学唱歌可能会进步的更快。所以我就去学唱歌。卡拉轰天雷，你有看过吗？有吧。你家里有买吗？妈妈说生日的时候要帮我买。那我就不用送你了。叔叔，你怎么这样？他就是要去买麦克风的。有影片，有麦克风，都学阿嬷啦。会不会唱？现场给他听听看，要不要？你今天准备什么最厉害的？就是江蕙老师的《无烟灰》，来听听看，好不好？二姐的《无烟灰》。送你一个好消息，卡拉轰天雷送你一组，哇！好好练习，对不对？你又会唱歌嘛？好棒！但是你要过一个关卡，一旦你能够赢过，只要赢过一个人，我就让你拿到奖。输给这个人，那没办法，好吧？请问一下，那个红豆妹，红豆妹，凯凯跟
这位哥哥谁比较帅？凯凯比较帅，还是这个哥哥比较帅？凯凯，我。好，对不起，淘汰失败，恭喜淘汰。喂，叔叔根本就没有送。对嘛？哎，诚意一点嘛。他就是想买麦克风啊，经过麦克风的店。好啦好啦好啦，送你啦送你啦，好不好？要有诚意嘛。等一下那个小韩，小韩跟他爸爸联系一下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哇哟！你这同学要签名会哦，我们现在的班导自掏腰包印了500张我唱歌的照片，签名照，签名照，给你签名啊，对，然后签到手软，哦，签到手软。啊，你是唱哪一首？唱哪一首？我们在升旗的时候都会放音乐，然后就刚好放到我在唱歌的哦。然后同学都吓到，然后我也吓到，然后他们就跑来看，哎，肖律中那是你耶。然后在升旗的时候，主任他说大家有没有听，他还介绍我。哦呀，一律然后你们每天早上都要升旗吗？没有，礼拜一早上。哦，对，只有一天要升旗。叔叔是每天早上都。叔叔好了，叔叔。叔叔叫做吴宗宪。好，曾经比赛也比输过。对，你是忘词哦。对，就是我之前在唱《阿妈以为》这首歌，明明就已经把它听得很熟了，已经很熟了，上了台，突然间有时候会这样，一个闪失，然后就整段就落掉。哎呦，那怎么办？然后就幸好曹亚文老师有给我嘴型，然后我最后就找回来了。他是当评审是吧？对，他是当评审，是在帮你用嘴型这样跟你跟着唱。对，但是我在台上没有哭，然后到访问的时候我就哭了。不会啦，对，因为太在意了，很在意这个比赛，对，很不错。将来啊，慢慢一步一脚印，这要不要当明星、当艺人，有时候也是一种命哦。对呀，对，对呀，一种运。叔叔以前也是全台湾的歌唱比赛冠军出来的，我一点都没有想要当艺人，是啊，我只想要赚很多钱。16岁左右我就离家了，然后要靠自己赚钱嘛，对，然后后来租了一个房子住了大概3-4年，真的要谢谢那个房东阿姨啊，对对对，怎么了，房东阿姨？他算你很便宜，怎么了吗？怎么在哭？他不是算我很便宜啊，他还找钱给我。这么好啊，少在那吹牛，辛苦了辛苦了，麦克艾娜，我想说很帅的，好啦，他每天都很累的去上课，没关系，有时候来上节目就听一听就好，一听不要练笑话，你还小还小，加油，好不好？等一下给你卡拉翁天雷，不用再到夜市去买了，好不好？插压上去就直接充电了，很方便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你是鲁瓜就非常非常让人惊艳，真的很棒。我只在上面呢写着很棒很稳，第一届的舞台你当下稳真的不得了，然后你的情绪很到位，你的层次很优美，你才十一岁而已你就能够诠释这样的歌曲，所以你是很厉害的，真的今天展现很好。